岳叔叔今天的好事双大飞机。祝我家温暖的岳叔叔和岳叔的家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谢谢我家来哥的20连击大办卡，再次感谢我家龙哥的小礼物，谢谢我们家，楚河汉界大哥的温暖支持。给岳叔叔起个福。祝我们家温暖的龙哥在以后的日子里出入平安，万事如意。谢谢龙哥的支持啊！咱们今天播到12点啊。播到12点，也希望我们家粉丝大人能够守候守孝，超温暖，挨他100多分。谢谢我家林子哥的18连击大门卡，再次感谢我家林子哥温暖的支持，谢谢我家林子哥这么久以来对小妹的支持和陪伴，祝我家林子哥和林子哥的家人都能招财进宝，吉祥平安，万事意，好运连连，谢谢林子哥的支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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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月底了，希望我们家粉丝大人能够守守孝的排名啊！现在斗鱼的排名改了，以前的时候只要你的数据相对好，你就能拿到工资，现在是要求你的人气和这个流水要达到对应的比例。我们直播间人气倒是够了，流水差得有点远。孝子今天自掏腰包了好几万，买了好多包包。然后这个把这流水补充了，但是这个流水还差好多，应该还差万加。我们这最后这几天，笑笑再努力加个班，看看能不能，就是吧，能够勉强过呀。不过的话，还得自掏腰包，接着往上扛，要不然拿不着工资了。朋友们，欢迎斗罗大陆光临直播间。现在其他的主播也在补流水，都不太够。欢迎我家建平哥哥光临直播间啊，也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。谢谢我家林子哥，差多少？最后1个小时，咱们加个班儿。本来11点应该下班，但是咱们加个班儿，然后还剩150分啊，大概100多个办卡。是的，阿金，谢谢我们家建平哥哥的温暖办卡，这是笑自己打的。这步白车挺精彩，对方吃掉，我方打完之后叫着杀，把这个车给他废了。吃。啊，邓大哥呀，我嫁不出去呀！别提哪壶哪提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我妈都爆炸了。将军，吃。欢迎我们家周周哥光临直播间，嫁不出去的思密达呀！太难了。阿金看我的新杯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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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静观小哥有没有看到我的新杯子？提前退休就差个钱了，就差一个字儿了，朋友们，就能提前退休了。这个杯子比较大，这个，笑这一段时间就是嗓子喊不出来，今天终于能喊出来了，真的全靠这一堆东西，还是挺好使的，喝了之后有点效果。之前我的都没有原声了，这喊都喊不出来了，今天还能喊出来，很不错啊，很不错。
龙哥，这是我的梦想。虽然现在直播很难，但我们一定要乐观啊！这就是我的梦想，泡了中药，每天我拿这个杯子，我就知道这是我的目标。一定要努力工作，才能提前退休。以后下午就拿着大桶喝水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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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对方退马，这个棋就废了。啪一打，对方一吃，劲爆一杀，闷杀带走。啊，逍遥要为梦想而努力，我是个充满梦想的人。把我们家口哨哥关进直播间。吃啊，兵哥想要我送你一个吧。将军，我从京东上买的，你要想要我送你一个。